五菱神车的大名，相信你肯定听说过。过去，五菱旗下的神车名满华夏，而今年五菱又多了一个称号，人们需要什么，五菱就造什么。前一段时间，五菱改做口罩，而最近什么最火，当然是地摊经济。于是乎，你的地摊可能还没摆，但五菱的地摊神车早就造出来了。这两天，一款叫做五菱荣光 E 的售货车即将上市。五菱荣光 E 是专门为了路边卖货而设计的，它的底盘是五菱荣光小卡，但货斗上加装了能够开启的货箱。该车分为 1.5 自吸和 1.8 自吸两个版本， 1.5 自吸的车长 4.55 米，而 1.8 的车长 5.24 米，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任意选择。整车的高度是 2.26 米，货箱的容积5300升，货箱门可以实现三面开启，而且可以实现一键开关，无论你是搞餐饮还是卖货都合适。更重要的是，别看它是货车，但它的发动机是国六排放标准，车辆蓝牌 C 本即可驾驶。当然也有人说，就算是不用它卖货，把它改装成房车也不错，虽然简陋了点，但价格便宜。目前它的官方售价是 5.48 到 6.68 万元不等，据说面谈还会有优惠。如果你最近想要练练摊或者搞个房车，不妨关注一下五菱的这款神车。